老鹰将买断贝利那里的合约。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重建中的老鹰再有动作。美媒报道，老鹰将买断31岁后卫贝利那里 Marco Bellinelli 的合约，让他成为自由球员。76人、马刺与雷霆都有兴趣招募。ESPN 报道，老鹰已与贝利那里达成协议，将买断合约，让这位意大利射手成为自由球员。消息指出，老鹰其实在交易大限前已将贝利那里放上谈判桌。76人、马刺与雷霆三队都有兴趣接手，但最终没有完成交易。根据联盟规定，球员得在每年的3月1日前被买断合约，成为自由球员。新签约的球队才能将该球员放入季后赛球员名单。美媒分析，贝利那里拥有外线能力，能担任称职替补，补强球队板凳战力。一旦成为自由球员，多队都有意愿出手补强。31岁的贝利那里于2007年被勇士以首轮签选中，随后开启浪人般的职业生涯，先后效力暴龙、鹈鹕、公牛、马刺、国王与黄蜂，本季转校老鹰，迎接生涯第11个球季，至今不曾在同一队待超过二季，生涯多以替补为主，本季场均上阵23.3分钟，可拿11.4分，外线命中率3成72%。